每年首选的一个雕花罩衫。那这个长度这一次啊，小资女孩是刚刚好到裤管，然后呢走路就是有风，而且呢你里面要搭薄长还是背心还是印花都通通都可以。那它的range看起来就非常宽松，非常舒服，但很显瘦。那我自己本人是很喜欢比较绑的感觉，就是走路有风啊飘逸，那我可以绑起来给大家看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看。那里面我建议大家就是搭比较露肚的衣服啦，就是背心式啊，或者是T 恤都可以。我自己喜欢就是整个打开，我觉得就是很率性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个罩衫我觉得 SML 都可以非常轻松驾驭，黑色很小性感，如果你穿背心像我这样的话，就可以看到满版整件，它整件的一个雕花哦。然后呢侧边这一次的插座比较小一点点，它不会到整片，它的纹路非常的漂亮，黑白都一样。这个我蛮建议大家保色，因为这很好用又很好穿，无时无刻都可以把它带着。那它呢它不会皱掉，所以你丢在包包里也没有什么负担，而且穿起来是凉的。好，那白色呢它是走一个纯白哦，所以呢白色我也会选它。这件我是包色，但是你可能在选色上你可能自己稍微想一下。